每人最低消费100元，120公分以下免低消。吃冰，既然可以免费吃冰淇淋，点餐就可以吃到饱。还有白饭跟饮料，无限餐，乌梅汁、雀巢柠檬汁，这边是酱料。白饭了，白饭吃到饱，还泡上了。放了酒精膏，很棒哈、哦！吹冷气吃冰淇淋，海鲜豆腐锅点了2个，锅子是比较宽面了、啊，哇，看起来好满哦，外面就有好多豆腐在上面了，来就想想，晨晨好想吃。要吃了吗？上面有一些青菜，是豆腐，他打了一颗蛋在里面，然后猪血糕，啊，这是鱿鱼，鱿鱼，这也是鱿鱼。有豆皮，还有肉片，猪肉片，还有蛤蜊、虾子，还有一些火锅料。虾子还算大只，这边可以吃很多冰淇淋。有很多青菜，然后牛肉、玉米，还有丸子，还有藕莲，还有猪血糕、高丽菜，一样有金针菇，也是满满一锅料。比较扁平的，然后120元的锅是比较深的，不一样，试试看吧。但我可能是报了70球。cheese 真的是 cheese 吗？这里面真的有满满的 cheese。是，里面出了2块猪血糕，还有2块鸭血，料还蛮多。汤头比较清爽，然后豆腐很嫩，冰淇淋无限量供应。小孩子最喜欢都是冰淇淋，
觉得它冷气好强。还是喜欢海鲜豆腐锅，因为还有一只大虾子。又来了。对，谢谢。他们里面冷气很强，所以夏天吃火锅还是很享受。海鲜锅就是一定会有只大虾，晨晨最爱的大虾。这边的沙茶酱也不错，腊肠臭臭锅。很多肉片呢，安全带。哎，好不容易找到了。一些高丽菜、酸菜。里面有很多酸菜，然后火锅料、猪血糕、鸭血，还有一些大肠。鹌鹑蛋就是鸟蛋，然后一些高丽菜，还有一个番茄，现在有番茄在里面。然后这边是韭菜吧，啊，蛮多肉片的。这个大肠臭臭锅也不错。大肠臭臭锅的那个汤头有那个鸭血大肠的鲜味，还不错。小孩子都很喜欢来这边，又有冰淇淋、可乐。大肠臭臭锅的汤里面有那个韭菜、酸菜、大肠。鸭血那种味道，有些人觉得很香，有些人会觉得有点臭，见仁见智。这边适合小男生来吃，也适合大男生来吃，那小女生也可以来吃。大女生也可以来吃。对，我是大女人。这边是小孩子的天堂，又有汽水跟冰淇淋自己拿。先填单子，然后他就会送饭碗过来，无限量供应冰淇淋跟可乐。海鲜豆腐锅，咖喱锅，
海鲜豆腐锅很像，只是汤头是咖喱的。咖喱锅一样有一只虾子，然后猪肉豆腐、猪血糕、一些高丽菜。这一颗很好吃哦，这是超浓起司球。然后还有欧蕾，里面还有一些冬粉、玉米、金针菇、咖喱汤，比较清爽。这边还可以请他加汤。大肠臭臭锅、海鲜豆腐锅、海鲜豆腐锅，不是一样有很多青菜，陈晨最想吃。小朋友最喜欢自己挖冰淇淋。小孩子自己挖冰淇淋是最开心的。酱烧猪肉锅，海鲜豆腐锅，海鲜豆腐锅，台风过后那个青菜很贵，所以他这边青菜也有点变少，本来是一大坨。酱烧猪肉锅里面有玉米、青菜、金针菇、一堆猪肉、藕莲，然后猪血糕、一些菌菇、豆腐、高丽菜，然后火锅料。因为莎莎很喜欢吃这个超浓起司球。我想吃冰淇淋，必点海鲜豆腐锅。检验合格数。酱烧猪肉锅，是我跟晨晨来的比较。